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那今天呢，我们又带大家来看我们位于洛杉矶的豪宅别墅了。在我身后的这栋呢，八房八卫，6473尺，差不多602平方米的面积，占地呢1英亩整，位于洛杉矶著名华人城市海鲜的海哈港的山上。那这栋别墅住宅呢，是我 Mina 个人最喜欢的风格别墅，法式风格，非常的浪漫主义气息，非常的知性，而且很有艺术气息。那说到法国呢，我们就不禁想到了巴黎铁塔呀、雨果呀、塞纳河畔呢，还有法式面包、法式咖啡等等，真想现在去欧洲去度游一番。不过因为疫情去不了欧洲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频道里面来继续参观这样法式的别墅，也可以去里面看看是不是跟外面一样的这么富有艺术气息，富有童话气息呢。阔的双开门的设计把你引领入了我们非常漂亮的一个八边形的正式的门厅。门厅呢是挑高顶的，上面配着一个水晶吊灯，地面呢是亮面瓷砖的设计，各个门口呢都可以去到房间的不同角落。那首先呢，先带你们参观一下这栋房的正餐室，就在进门右转的方向。正餐室呢方方正正的，可以招待下10至12位的宾客好友，而且呢还可以直接通往户外去饮茶啊、品酒啊，或者是夏日的晚上，在这边呢也可以一览天上的星空。那餐厅这边呢，走到里面我们就可以去一下主人房参观。这边的主人房呢，简直说是可以用巨大来形容。另外一个双开门呢，把你们带入了我们非常温馨的主卧房的设计。这边的主卧房呢，尺寸是非常的大，不仅可以放得下很大的 king size 的床，而且呢自身还带有一个私人的起居室，配以温馨的壁炉，把你带到了童话里面梦境般的主人房的生活。那在后面呢，就是主人的浴室。主人浴室呢也是很大的尺寸的。这栋房屋呢最近有做过全新的装修升级，不仅更换了瓷砖，重新粉刷了油漆，所有的主卧卫浴全部都有做全面的装修升级哦。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正式起居室了。那这个起居室呢非常的大，非常的开阔，它的颜色色调呢也是很典雅很清新的一个设计。这栋户型呢它是一个大平层的设计，占地面积非常大，每个空间呢都很开阔，而且客厅这边呢也做了挑高顶的这个空间。那挑高顶的空间呢让人更加的舒适。那在客厅的这一侧呢就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早餐区域，平时呢可以在这边吃吃早餐，喝喝红酒，饮饮茶，甚至约着亲朋好友在这边打打牌什么的。那我也可以坐在这边 Mina 一缺三一下，谁想跟我打牌，谁想跟我聊天的，也可以在我频道的下面留言，或者是加我的微信进行私人的这个咨询设计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去参观一下这边的厨房。厨房当然要挨着客厅了。那我们现代户型呢是把厨房和客厅一个 open 打开的设计。那我们现在这一种传统一点的户型设计，法式啊或者是其他的西班牙式啊，它都是有一个隔的空间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边就是一个中厨的设计了，只要在这边轻轻的加了一扇门，那所有的油烟，所有的炒菜的味道都可以关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平层，不过它呢是多了一个二楼的小阁楼的空间的。二楼呢有一个长长的走廊，而且并放了一个很不错的 tech area 的一个地方，可以在这边读读书。而且这边的窗户呢也都可以看到自家的前院。如果你请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靠谱的园艺工人给你做一个很漂亮的前院的话，这边呢就会有无限的风景，而且可以看到社区的街道哦。二楼的两个房间呢全部都是完整的套房的，而且套房呢它都有做过重新的
粉刷，而且卫生间呢也都是有做过油漆重新的装修设计的，贴满了瓷砖，而且地面呢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二楼的另外一间房间呢就在这边，同样也是一个完整的套房，可以放得下 queen size 甚至是 king size 床的一个尺寸，而且全屋呢都进行了重新的粉刷升级。那这边的窗帘呢也都是做好的，是这种拉帘的设计，颜色干净而优雅，这个房子整体和外观的设计呢都给人非常知性和优雅的感觉。可以看到前屋主的品味呢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个书房的位置设计的是非常的不错，它呢位于进门的左手边，那主人在这边呢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家里来客人呢第一时间便可以看见。那闲暇时来呢在这边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温馨。那好了，现在呢让我们去参观一下其他的空间。几世同堂子孙满堂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那这栋房屋呢就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需求，因为它空间足够大，卧室足够多，而且呢每间卧室都很宽阔舒适，不用担心家里面的小孩子去争一个非常大的卧室的这种矛盾冲突哈。那在主人房和次卧之间呢其实是有一些分开的区域的，那我们进门的左手方向呢就是一排的这个可以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使用的一个空间，而且这个尺寸呢其实是非常的友好的。如果你说这边是一个主卧房的话，如果我们还没有参观刚才那间主卧房的话，说这间是主人房也一点不为过咯。而且每一间房间呢都是自带的套房，有全新装修过的这个浴室，全新装修过的这个瓷砖，所有东西呢都是崭新的。那之前的屋主呢在装修上也是花尽了功夫，花费了心思，那这一条长长的走廊呢就满足了你对家人所有的梦想和记录，在这边呢可以养育多少大的孩子，那在这边呢也充满了之前主人对这边房屋的回忆。那之前的主人呢他的子女呢也现在也都长大成人了，而且呀、也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学历的，那可以说这边的屋子呢也是非常的有吉祥寓意的。那这个房间呢也可以看到是另外的一个双开门，可以通往户外，这个呢对于我们加州这种充满非常阳光很友好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不好意思笑场了，我们继续参观这个走廊呢，我们还没有走完，一定要坚持住。那现在呢就是这条走廊最后的一间房间，还是一个超级大尺寸的另外两个双胞胎 twins 的一个房间，而且呢也都是ensuite， 里面是重新装修过的双人的 Jack and Jill 的洗手池的一个卫浴的空间，带有淋浴房的，全部都是高级升级。从我们的正餐厅出来呢就是到外面的一个户外的空间，这个户外空间呢是很舒服的，平时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啊，也可以说在这边煮一壶好茶，看漫天的彩霞，或者是饮一壶好酒，会会亲朋好友。那在这边呢也是可以做一个户外的 barbecue， 在这边喝喝啤酒啊，夏日也可以在这边坐着打打牌什么的。那这个院子呢其实是有这个白色的栅栏的，视频呢也是可以看得见。其实啊这个土地它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哦，因为这边的白色栅栏之后呢也是屋主的土地界限呢，大概是有另外一个这么大的院子空间那样。那之后呢如果你想在这边去修一个泳池啊，修一个桑拿呀，甚至是做一个私家的假山游乐场，空间都是绰绰有余的哦。所以说呢这个院子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呢我们在视频拍摄的时候现在是傍晚，那我们入耳所听的呢全部都是鸟语花香，抬头所见呢就是蓝天白云，附近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非常安静的邻里环境。那下山呢就是繁华闹市，距离所有的餐厅啊，还有华人超市餐饮啊都是非常近的距离。这边的位置是得天独厚，是非常方便的，地点好，空间大，占地足，这样的房子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尽快联系我吧。好了，参观过了我们里面的超级大户型八房八卫之外呢，现在让我们回到外面，再来欣赏一下这个非常艺术气息的法式建筑的优雅外观。说到法式建筑呢，它的特色就是这个白墙配灰瓦，那它的屋顶的棱角呢一般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深邃的一个屋顶的格局。那法式建筑呢在我们都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小的时候可能都看到一些童话故事书啊，在里面可能多多少少有看到一些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可能见到过类似的建筑。那这栋住宅呢它不仅是房屋的外观很气派，前院面积大之外呢它
它的行车道也是非常的长的，我目测了一下，至少可以停下5到6辆超级跑车吧。所以你在节假日的时候邀请亲朋好友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整整齐齐的一排停下。那这边的前院呢，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你在这边呢可以做你各种各样喜欢的这个园艺设计，比如说喷泉呐、假山呐、石艺啊、沙漠植物啊等等等等，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想得到，就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你有空间呐，地大为王啊，在洛杉矶占据一块好的土地，尤其是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的时候，一块好的地呢就是一块好的投资，一个好的投资呢就是让你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最好的政策。中国有句老话呢，叫一花一世界，一树一天堂。这边的庭院呢，你可以摆放下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帮你抚去尘世的喧嚣，帮你去掉世间的浮华，让你在这边的生活呢平静而简单，脱俗而清雅。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还喜欢这栋房子的话，就请联系我赶快进行咨询吧。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那关注 Mina 频道呢，以后也会多多带你看各式各样的好房，各式各样的好物，可以分享各种各样的北美的生活有关的讯息。好了，那感谢收看我的视频，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